3D 动画巨制萨米大冒险2的点映活动于6月25日在京举行，活动当天全国八大城市著名 DJ 作为明星嘉宾应邀出席。据了解，八位 DJ 好声音们均是首次为电影现身。发布会现场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娱乐广播海洋还在现场模仿起了小沈阳和马三立。说好玩吗？我就是龙虾，我天天就在海里里边啪啪溜达，老好了，朋友们。据了解，动画片《萨米大冒险2》由著名导演本·斯坦森斥巨资，影片在海外取得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，在韩国和法国上映当周占据票房排行榜的第三、四位。6月28日，《萨米大冒险2》即将登陆全国各大院线，非凡 3D 不容错过。小海龟 Ricky， 你好，亲爱的。你好。还有 Anna。嗨。这个夏天，我来了，都放马过来吧！我终于找到你了，小心！啊，大鱼来了！表演时刻到了，抓紧时间！萨米大冒险二。